真的能做到减肥不减胸吗？乳房的主要构造是脂肪和乳腺，脂肪乳腺的比例因人而不同，因年龄阶段而不同，减肥只要是减到脂肪就有可能让你胸部缩水，除非你的胸部以乳腺居多，才有可能减肥不减胸。如果你减肥只减胸不减该减的处，只有一个解决办法，就是自体脂肪丰胸。想知道更多科学瘦身的知识吗？请上网搜寻爱瘦美，还等什么？赶快加入吧！